地点、地区、本地儿，确认地区，确定。哎，请问这个，我记得它可以改，只是能不能连线的问题啊。Hello，安安，这个我记得能改。那、啊、你选哪个？嗨，晚上好，陈安安、子瑶安安、林毅安安、青蛙安安、李元安安、夜夜安安，嗯，是我认识的夜夜吗？Z O E W A N，啊，王安安、猫咪君安安、林安安、又陈安安、王定中安安。哎、欸，我记得这个啊，算了，OK，看一下哦、喔，我记得有三个嘛，日本啊，这个啦，OK，用欧洲啊，怎么可以改？不知道讲，可恶！你在欧洲吗？哪边可以改？我记得后面还可以改吧？我有稍微看一下，说什么新手不知道的什么鬼东西的。我一旦改了之后，还是可以再去改。你跟 Annie 都用都可以改，好。啊，就是鱿鱼跟章鱼是不是？我就是耳朵也不一样啊。啊，这看起来比较好。这捏脚也太快了吧！我是没有想到可以这么快啦。干嘛的？啊，你也要啊？不是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呆鱼哎、欸。可以祝你生日快乐吗？祝你家哦、喔，好啊，生日快乐。首先，先探索。哦，对呢，这有那个吼，按下 Y 键就能回到这个地方。我记得它是转向 Y 吗？OK，还有陀螺仪呢，我想起来了。等一下，你们会很晕，等我一下，我先关掉我的那个。按下力啊！我记得可以跳嘛啊！哇，你们可能会很晕呢，天啊！跳下去后。一开始真的超晕，完蛋了！啊，如果我坐姿不对或什么的话，会被发现。按下 Z 啊，瞄准气球。按下我不能瞄啊。一边射击一。哦，一边射击一边前进。
不是，哎，这跟魔物不太一样啊。陀螺仪。无论是墙壁涂墨汁，我记得他说什么哦，反正我应该会雷，用陀螺仪还是类比？现在是陀螺仪，我看很多人都是推荐用陀螺仪。哎呀，番茄，你是陀螺仪还类比啊？好晕啊！你类比啊，现在可以改吗？可是我看日本是不是都是用陀螺仪啊？好晕，好晕，好晕！看你呀、啊，如果你用陀螺仪的话，就把敏感度调低就好。不是玩魔物猎人会习惯用类比转呐、啊。按下 R 投资啊。高端小学生确实都用陀螺仪，这真的是看个人了。灵敏度应该等下就可以调整，好的。啊，嗯，就是从另外一个游戏习惯另外一个游戏嘛。哇啊啊啊！哇，不行！可是我看那些后面玩的人，他们都是建议用类比，不不，我那个陀螺仪耶。林安安，日本小学生确实哇哇。前一二代，这次三代感受很多人都在玩，在考虑要不要买，因为主要是因为有中文啊，不是吗？前两代不是因为没有中文吗？像宝可梦那时候也是日月开始才有中文，不是吗？不是日月啦。这我要注意看吗？不用吧。往往是单机的吧？哦，这单机的嘛。
每天地图不同而已。哦。被欺负啊？怎么了？参加对战大厅，这老张是我，老张定的这边，好可疑，真的太可疑。你们这边不管怎样，可以冲就对了咳咳。你可以前往大厅对战，你可以去抢那个可以啊。布拉克赖老头，好小。哎、欸，好了好了好了好，请问在哪改？哦，这个吗？我该改哪一个啊？陀螺仪，这个改 off 吗？这样子。哦。对嘛，这才对啊！哎，我要开始画了，不要逼我。关台后我再画这个喽。你这款也想买？可是这款打玩家哎，你可以吧？哦，这太强了吧！油桶可以画，油桶在哪？不是这个不是要戳萤幕的吗？干嘛？这不是戳萤幕会比较好画吗？还是不要等我？如果教主没进去游戏玩的话。不是这个，就是跟动物森友会一样，你要把那个拿起来再开。哇，这个好强！这个是那个哎、欸、，K K。游行。你也买来玩了，不啊，番茄送的。今天看到有人画真人，这个哈哈，干嘛、啊？你强哎、欸，强几点的？可以加好友吗？先别，哎、欸，加好友不是人家指定好友吗？不 ，Switch 好友吗？玩安妮他们会开放加吗？我觉得这个有点可能可以啦，可是是我有点怕哎、欸，像指定我其实也不太敢加观众。所以他们那些擅自加我好友的都被我骂过。我先试一下哦，潜水，瞄准，又怕啦。Switch 好点认为，我就是很怕啊。但他组队就只能邀好友，不能邀观众之类的吗？哎、欸，瞄枪可不可以再慢一点点？好，操作灵敏度这个吧。
欸，怎么感觉没变啊？不能要多人，只能加好友。他怎么又说可以冲房？不然这样怎么跟观众同乐？这样子好友加不完呢？不可能，对啊，不可能吧？我都关掉提瞄准，不，我现在是关掉的啊。只是我在想啊，这个啊，等，这个是枪对不对？我记得枪的有这个操作灵敏度，这个吧。哎，怎么也不是？还是他是不是枪？啊，枪在哪里？陀螺伊欧夫操作灵敏度可是无感呢，很飘哎。他在按什么？按 R。哦，这个哦。啊！为什么就是这么飘？对啊，高低都调调看，试试看。手提模式，一样欸，这会影响我发挥欸，我手汗只会可能稍微慢一点点。啊，这个又是什么？等等，不是手提，第一个一般模式才对。可是我试过啦，可以试过啦。你看，一样啊。有接屏幕是 TV， 哦，所以不是这个。我记得他有个拿枪的，不是吗？啊，我现在要干嘛？巧克力也有玩哦，这我下午才知道。可是我没有巧克力的食物一曲啊。得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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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去哪打？左边在搞，像个逃生舱的，在搞。啊，来被欺负了啊！我来被欺负咯，我来被欺负咯。我要胜，我在哪里？我是哪一个？看来我是 Play One 是不是？然后嘞？哦，不行，晕烂。
完蛋。不行，它灵敏度真的要再让我慢一点点。天哪！完了，我可能要回归。背上可以看墨汁量，有，我知道。未开放工作，我是新手，我不知道，我应该很努力了吧？我觉得我表现得很好啊！我是谁？我是 Prey。760。哎呦！Prey 是新手。哎呀，所以刚刚那些都是玩家吗？还是 NPC？ 我看你 Number One 有吗？我第一名吗？我是第一名吗？我打电脑第一名吗？登录名称，都是玩家哦。哇，我那么强哦！你们是中文还是英文啊？哎，已经好了哦 ，Dancing。不墨第一名，登录。如果登录违反的话 ，OK， 有什么问题？接下来，恭喜你提升等级，你要获得这什么卡片兑换证？你在大爹安安，感谢大爹的8个月 SC， 这个惊叹号让我很好奇。欸、先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刚瞄的时候真的太飘了，救命！是不是没有啊？暗叉 ，Hello， 哎、欸，不可以回收讯息哦，拜托。这个吗？手提可是一样啊，其他。你调有用，那为什么不行？你说叫我换手把、哦。为什么？那我换另外一个手把看看。
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嗯？没有。没用，不行哎、欸！可是他，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我玩到会吐。对啊，到底为什么？你看我调那么高，到底说滑一下，喂、欸，哎哎哎哎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哎、欸、有，我有感觉了，我有感觉了。哎、欸，番茄，我有你的好友吗？那枪在哪买？叉。哦，武器店。按下力啊，不用组武器，按下、啊。他说用副武器是什么意思？副武器是技能吧？哎、欸、啊怎么进去刚刚那边大厅？啊，就是副武器哦，你可以试用看看。哇，你们很懂哎。啊，哦啊，就是啊，就是副武器意思。哦，莫之步。哦吼！啊，这样就可以跟你们打了，是不是？我这样就跟你们玩了吗？啊，我怎么开大厅？啊，番茄，我要怎么加你？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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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番茄，你给我你的好了，我先拔起来加。有机关枪，有，我有看到一把弓，我想要那一把弓进去。然后嘞，哦，看到了，和朋友，这个吗 ？Tomato， 有哎、欸。啊，手机在响。私人比赛，我没有私人比赛。哦，这个吗？可是这私人是八打八吧？自由设定规则场地队伍和朋友对战，对啊，这个是内战吧？啊，怎么跟你们打、啊？除了要加好友这个以外，好，欧元爸爸拜拜。哦，我看到我了，我刚第一名是不是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
涂抹而已吧，啊。所以你要开观众众场啊。哦，你是说内战是不是？啊，内战有经验吗？按 R 可以找到在线的好友。按 R。便利房间。无密码。四个零。哦，这样子吗？番茄四个零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要开台？你是不是也要开台？啊，你这样子，我不能跟观众一起打路人，对不对？你七点才要开啊，就快七点了啊！你要 DC 吗？你要 DC， 你在番茄四个零。嗯，对。可，你先去厕所干嘛？穿女装哦，你先去那个啦，赖普房啊，所以这样还是真的要加好友才能跟路人打哦。哇，可惜耶！哎，达达，直接围观女装现场，达达达达，你有没有买这款？我觉得你是不是对这款有兴趣啊？有齁，买啦，好，你来，你私我你的 Switch 账号啊，我现在马上加你。还在工作可，那我先私你我的好了，你等我一下哦、喔。我看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。直到感觉你的发香，有了我会被欺负，没有，我刚刚居然欺负到别人呢、欸，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厉害、欸，看一下哦、喔，我先私你啦，啊你回家之后再加我，啊加我要跟我讲哦、喔，可不可以加？不是我真的。Switch 我有点怕、啊，虽然感觉没什么好怕，按到哦，好险！你马上加了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在虐菜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一定是因为我提前做作业。我觉得我可以猎人小队那一群有吗？组好了、啊，你先。哦，对，我们去猎人小队好了，走啊走啊走啊！大家，粉红色小伙伴，哇，我好想他哦！等他出来啊！啊，看来半夜我可以跟辉达玩游戏了，太好了，可以跟妹子玩了。我来看，哦哦，其实我有看，那你咬我？我怎么咬？看一下哦。那你加观众好友没有？我邀你，我邀你，我邀你。我可以跟你会合，我可以跟你会合。我可以找到我是不是？对啊，好。会合。嗨，诺英，哎，诺英，你不是要买吗？买了，诺英来玩。你也想玩？我知道，诺英来玩，快点。有你，有达达，有我，我们再凑一个。但是要我们家番茄，还是你们家还有谁可以一起玩？明天来。可是明天我们有一位叫做林离子的，他要健身环欸。王建英姐在，你开了吗？嗯，我没开啊，我没开啊。
因为你刚才买武器的时候，想说叫你不要那么冲动，因为集三张可以买那个你不能买的武器。我知道。我想说，叫你先不要那么冲动，然后你就买。哇，就冲动。没事啊，你买你买银券给我啊，最近有 DLC 吧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我断。我觉得这个刚刚这个刚刚也很强啊，这个刚刚撸我一下就死了、欸。这武器很痛，对啊，我刚刚就是看到他，我马上往后退去射他，这样他近战武器，搞不好是不同滚人的。我再设定一下，还是有点慢。行家自身清白，主播不怕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那个问题，是。怎么讲？我不知道欸，我不知道菜渣会不会也是加入人啊？你也会加那个观众吗？还是只加干爹？他上次只玩了一场就直播，然后就没看到他开过。欸，感觉是私人房会有类似房号的东西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我刚看了一下，私人房他是只有那个好友，然后观众那个。私人房他是那个啦，就是内战啊，二打二、三打三、四打四的感觉。内战没有，都是认识的打的，没有办法就是打、啊、打路人。那我不知道。我知道这款这把武器可能要这样偷偷靠过去，然后跳起来打。哎呀，那。开的时候跟我讲一下哦、喔，我开吗？嗯，开啊。有些开七弹的主播都加好了一个，我就是很不想删好友，因为我怕删错。对，因为我不是七弹主播啦，我不，哎哎哎哎哎，我怎么离开？我怎么离开？我要开始了。啊，我要再等你一场喽。不不不，取消。哟，我安了。嘿嘿嘿嘿，完蛋了，来不及。有狙击，我看到银喷了，安妮说的银喷，好用哎，我买，我想用银喷。三张白金券就不可以换了，所以你开始存券了。哎，我就按叉可以看队友在哪。我去，你跑到跟我似我好像买到一把没什么用的枪。按叉按 A 可以飞到队友旁边。哦，没有啊，
哦有欸，不过那个别乱用就是了。我知道那个可能会雷到队友。对，我有看，我都有看 啊，我有做提前工作。Amy 老师都有教的，或是专心点。感谢，欸，你是该不会是这款游为了这款游戏加会员吧？天哪，你这样子，我可能会跟你玩游戏了哇，摸鱼了一场，好像赢了。今天七连跪，怎么是获胜这么简单啊？奇怪，有人今天连跪六场哎。好像队友很燥哎，我都不知道在干嘛。啊，对，啊，等一下我打一下。滚筒玩家关键都是用直的，没再用滚。你说跳起来喷吗？哈哈哈！我好烂啊！哎，我要怎么离开这里？啊，完蛋了！这边是哪里？怎么那么多人？配对中啊，怎么办？我后键，我离开。那也可以了。你刚刚按退出的，因为它可以。用你上一场的队友再匹配一次哦，那我觉得刚刚的队友很强哎，不行，我要跟你玩。你今天输了六场，我陪你输好不好？啊，可是我输了六场就赢了。哦，啊，不像你那个打什么马里奥啊踢的，一直输到。我不想碰那一款的。你那个如果想加入我们 DC 赖群的话，你可以私讯粉专啊，下面有那个截图证明。我记得大厅，哎，七蛋三十体买得到吗？买得到啊，买得到。看不懂。我看你小怎么邀你，那就好。你就直接创房间，然后设置密码，直接设置好友。有吧？我邀你了，有吗？没看到啊！创建房间，创建。晚上好。有没有 ？No 有啊 ？No， 我直接进去就可以了。你创建好之后，那我创好了、啊。我串好就可以离开了啊！我怎么换武器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。我记得每天一定要抽这个。我记得我有钱吗？没有。有啊，你进来啊！我怎么换武器？他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什么现在也没办法按？哦，我现在按到准备了，等一下。按加。自定，然后第一个武器。哦哦哦哦哦。好吧。哦，好吧。我要怎么开始？看一下。按 A。吗？好、哦。按 L 大厅选单，然后按准备。以目前的队友开始。好。配对中。啊，来输了。来看谁最雷啊！好啊，来。我只要不是拿狙击枪，我都可以吧。看来要输了。看来要赢了。对面好像有三个新手啊！我们赢定了。啊，都日文，我们输定了。
欸，可是啊，我是调那个欸，跟你不一样的地区啊，啊也可以玩啊。它就是特点比较有问题，其他就没什么问题。哦。但我知道特点是什么。要两个滚筒，对你被滚死了。我是被这个滚筒的针对、欸。我们家都没壳，我扶一下。感谢几月的超级留言，谢谢谢谢。输了呢，啊，应该输了，好惨哦！啊，一开始还攻得进去的说，我拿滚筒了，好烦！我的画面只有死亡，对我一直死。啊，不过我助攻数第一。怎么看啊？他一开始有给你三个牌子啊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看到？我们按退出会怎样？使用进行后继续还是怎样？我看我第一名是什么东西？821P 是什么意思？你涂的那个范围吧。哦。哎、欸，原来我第二名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离开了，你配对中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你。啊啊啊啊！我按错是不是？你离开了是不是？是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进去。我要进去喽。不是啊，配对中你怎么进？来，你进。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？应该。那你快！你快！他这样会合，等一下，他这样会合。着急。再见。啊，没了。没有，对不对？我离开。哇，今天的彩虹完成了，谢谢景月，你达成了今天的最后一道彩虹。今天加藤优一就只差了一点点多彩虹啊，你组成头部了。那番茄也抖了彩虹了，其实。游戏片。教主死后，
可以先把家里涂好涂满，因为复活那边也算分。有，我其实有在涂家里。你开啊，你开，我要学一下怎么进。好啊，我也学一下怎么开。就点进去通道里面，它有个自定房啊。按私人比赛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比赛，然后左右键按一下，它有个好友比赛。哦，看到了看到了。啊你是怎么加好友的？你到那个里面之后按 R， 它会有一个好友名单。按 R， 类似好友名单就是你正在玩的人有没有？哦，然后咧，然后我先放房间，按动无密码，没差啦，你有朋友进来就玩啊。然后我应该有开放房间吧，你再进来就好了。有。不是，现在我还要习惯，就是转向要按 Y 啊。不是我没有在按 Y， 你是自己滚。你是想要这把弓箭哦？对啊，他可以自瞄不是吗？他大招不是可以自瞄？他每一把弓箭的大招都不一样哦、啊。什么？啊、哦，那就不是那一把了。对，不是这一把。那我们先提升等级吧，不管输还是赢都有等级。啊？讲的好像我们会输一样，刚刚是谁最后哈？我没有最后啊，我第二、啊。刚是谁输哦？两件女仆装。两件女装。没有。你玩了几天你还输哦？可不可耻？我玩一天而已耶。啊，你玩一天而已吗？我玩一天而已啊，我昨天才玩而已啊。你多我一天呢？才一天。啊，我倒是多了三张金色武器券啊，这除外。哦，好扯，好扯，好扯。我原本想说看你有没有二代的朋友可以借你，我没有啊，你机子开一下，我没有啊，别人只要有开过他就送你机子，我就跟剑盾一样啊，对啊，只要有开就可以，我打，要不要开始啊？哦，我没按到，好，再按一次啊，次 哦手把好正，手把好正哦，等一下要靠这边。那我们大家可以玩玩看几种模式。来啊！啊，这边有拿弓箭的。好的那一把。你说有鸟的那一把？嗯。后面啊，真正的我真正会玩的就是玩成这样，我都不会玩。那什么？哇，这东西会移哦！我感觉对面是当我们家扔东西啊！
空死的。弓箭手有鬼呀、啊！弓箭手好厉害啊！等一下，他装备不一般呢、欸。看我们可以连跪几场、yeah ，差一点。那弓箭手有鬼，嗯，他开始自秒。对战 Number One。升级，按继续吗？还是你刚刚是按什么？我就按 A 而已啊。那应该是继续。对啊，你看。哎、欸，这场我赢，好，可以。谁？但是我们刚刚对战过的人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是冰冰。光遇那位冰冰。南摩，有去吐他，好像是自己好友了吧？有啊，那时候加光遇就是加那个的啊。哦，对。喂、欸，武器都怪怪的，不好意思哎、欸。通，我随我忘记了怎么通的。啊，没打中，空打。喜欢他这把枪啊！有打死，装银喷一短弓啊！啊，有打死 ，OK， 第一环第一。掉进水里面。队友好壮！
听说墙壁不算分哦，我没有，我刚刚想爬，太想爬了。我掉进水里面两次。移动距离最佳，受到伤害末日消耗。哦，你说最右下角的那个容器哦？嗯，就是他一开始进去，就是结算画面会有三个牌子啊。对啊，移动距离受到伤害末日消耗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没有出现呢、啊？必须粒子安南、啊、必须。让我换武器，我换武器。赢你了啦！我要放，等一下怎么换？你不能按加，可是好像在队伍内不能用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啊，在大厅选项。等一下、哦。好，果然。不要回收讯息呀、啊！你在搞毛啊？你也认识我很久，你在回收讯息，你欠打是不是？啊，樱花、啊，欠扁啊！打单。没有狙击枪在二楼。晚上好。这炮怎么那么厉害？战况没有哎，我觉得我们是被鸭子打的那种。我能不能换武器啊？换啊！他不让我画啊，不出啊。哎、欸，海英哎，你是不是看错颜色啦？对，我看错。我们赢嘞！我看错颜色啦。我竟然还赢嘞！他最后到底是看我们占地面积吗？对，我们的占地面积。那应该是我害的吧？嗯。我现在退出看看哦。哇，好，
我退。你匹配中，那我们先离开吗？哦、啊、哦、啊、OK， 不用离开了，我可以换。怎么找？怎么换？就是你那个有三个选项，对不对？有什么继续退出，然后有个使用制定中继续，按使用制定中继续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你要怎么换武器？换好了。那、啊、怎么换？为什么不能换？你刚刚在结算不是有什么继续退出、哦，还有最右边是只用制定后继续，按那个就可以了。哦，按、啊、几等啊？四等的时候可以去杂货店买一下东西。通讯发生错误、啊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是我们怎么了？不适合吧？啊对啊，两个都有棒子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去买一下那个服饰，有技能。买服饰不是要先抽奖吗？你看也要抽奖是服饰，我觉得应该是先买服饰吧，因为抽奖不一定抽到好东西，他只是送你一些称号之类的。服饰在哪里？按 X， 然后头部装备店跟服饰店、哦、还有鞋店。那、啊、我要买什么不知道啊？不知道搭吗？你就看看你喜欢哪一个就先买哪一个吧。然后按那个 LR 可以换下一间。这个换房的动作还蛮可爱的。欸不是啊，怎么直接离开？再买一把雨伞，你玩玩看。你要讲完了没？我讲完了。不米防空伞，这好像很好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按到。那你想要买什么？然后问号多的就好。我知道他有什么孔树，不是吗？江千草。对啊，类似的。他技能也是给随机的、啊，就有点。他叫我四级以后再来看呢、欸。他妈的，他叫我四级以后再来看。杂货店吧，还是装备？装备啊。他装备叫我四级哦、喔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吧。下几弹？三级。差一点。雨伞的防御和射击我知道。我太厉害。我在思考下一把。下一把要玩的武器是不是要拿一把雨伞？哎、欸，啊，所以这个是集越久在原地死。哦，懂了懂了。哎，放自己回我。你们来玩玩看这个吧。哦，我不在房间。我知道，我正在用。嗯啊，跟刚刚一样。密码？你刚刚没密码？密码？你没密码？没有吗？我现在无法汇合，请问无法汇合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刚开，可能还在 loading， 再进去看。无法汇合？还是无法汇合吗？你那个会不会单机游戏啊？没有啊，我开好友的没有错啊。啊，还是你没有开启那个别的那个模式啊？开什么模式？你看你等级就比我高吧？你看你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好，我出去了。等一下，怎么出去？没有啦，不该怪你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等一下，怎么出去？大厅显单，然后离开房间。为什么手机一直在震动？啾啾，你要走了，拜拜，下期拜拜。番茄昨天就玩，我知道啊。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把教主拉入坑的，开玩笑，算好了。这是他第
第二款 Switch 上面的游戏。什么第二款 Switch 上的游戏？就第二款需要用买的或是用卡带玩的那种啊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说 Switch 游戏很少玩？不是啊，我现在我很多游戏啊。我下午说的是，我从来没想到过我会开始一直玩 Switch 的游戏。哦。哎，第一款是动森，然后我那时候以为是动森，就不会再玩其他款游戏了。哦。那再第二款买的是那个啊，钻石珍珠，然后再就是阿尔宙斯，然后就开始了，认识你们这群 Switch 界的小圈圈。啊，欢迎加入。嗯，我很开心，有安妮，有你。忘记按了，好像还少一个的。少一个。啊，无界也是啊，也是 Switch 的、啊。到处串门子 ，Hello， 你们家的温阳跑我这里来了。嗯。你一直跑剧情。啊，我以为剧情跟那个剧情的钱可以用在那个对战的墙上啊，就是。所以你跑剧情就是剧情，它没有对于你的对战没有太大的帮助。我想说剧情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如玩对战。对方有挂机吗？还是我们家有人挂机？我没有啊，我们四个人吗？那就对方吧。四个有动啊。哎、欸，对方有挂机或中离，像你按home回去也算中离的意思。我按home回去，你刚不是按home回去，然后再重开游戏吗？哦哦哦哦，那个时候你进入游戏，那个也算中离。哦，这个也算。你是谁？我朋友玩的人蛮多的。莎莎，哈哈。那谁 ？SPN， 好像是我这的，是你那还是我这的 ？SPN 应该能看到的是自己人吧？对啊，我看得到他。我这边没有 SPN 啊，就是你那边啊。那谁？你是谁、你看，我就是怕有这种情况发生。零喵！哦哦哦哦哦哦哦。哎、欸，那么久，我跟他讲哦、喔，到我，我在，没事，这个是，就是这位啊，这位是画，很爱画那个鸡蛋的，小可爱。如果真的是的话，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哎、欸，你们画面有三个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这边只有两个。我跟你而已吗？啊，你能开始吗？我现在是在配对中啊，配对不是在倒数吗？哦，对，可能要重进来怎样？等我一下，我怎么出去？那、啊、主要就是怕会突然有人加进来啊，就不知道啊。哎呦！我怎么出去？
你就猜是他了。你认识林喵吗？问一下他。我正在进你的房钥匙。再不看台呀、啊。我这边重看一下哦、喔，直接重看好了。好。但是是这台机器不出去了。也不是啊。你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被推出去？没有，我直接离开。嗯哼。林喵，他进得来吗？这是有进来的意思吗？已经进入一般房间，可是我没看到他哎、欸。其实我刚才也没看到你。我脸是我加他好友，我跟他其实认识很久，认识还蛮久。那时候就是摆摊的时候啊，他就在旁边给我在玩《奇蛋大作战二》。就你中午说的那位啊。对，我就说这真的好玩哦、喔，然后就不理我，再打他的。然后他有出很多他跟他七蛋的周边，然后他最喜欢画的就是 Moco、欸。为什么不能开始啊？问他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是我们要重开一间啊？你也出来重开一间。我看你好像啊。我们家就设那个密码。要怎么开？其实我连离开都不知道，我刚刚怎么按都离不开啊。大屏主将。是不是只能重开游戏？我开吧。好啊。章鱼鱿鱼有差别吗？有外观啊。那你喜欢章鱼还是鱿鱼？翻彩和朋友创建，哎、欸，对啊，特殊模式已经开了。我看等一下啊、哦，你再把他玩，不知道，我现在要敲他，问他要打吗？啊，看到你了。你要说的是用右手体感操控吗？还是右手蘑菇头操作？我是用右手蘑菇头，因为体感我觉得我会晕的、欸。你要知道，人家小学生都是用类比，对吧？都是用，你知道吗？
我现在也不年轻，所以对。啊，想强啊，必须牺牲什么？啊、嗯。嗯，这样。我们走吧，没有理我。可能你要把大厅密码我给他啦。还是看个人操作吧，你知道，我是习惯用蘑菇头来控制视角。啊，玩二零古堡也是用蘑菇头。叮叮，又要输了。啊，这边看起来都好强，他们有很多牌子。对，真的。人那么多、哦，啊，好卑微哦！天哪，对啊，但水道有这么强啊？我现在看到那一只做坏了吧？我现在看到谁拿一把武术觉得他好强哦、喔！我刚好现在拿到怪东西。水桶太烦了吧！天哪！我当漏人呢、欸，天、啊！怎么那么臭？那招哪一个武器流？这招超强、那个桶子啊，那个水那个什么水彩桶，帮回旋拖桶。两个人，大招来不及发，水桶好扯哦！我知道他很他可以拖那个什么遮蔽物，过不去啊！很会打哎、欸！我来了，一个水到一个，一个水到一个桶子，那水到也很扯。下面好像两个桶子，啊，都第一名在哪？哦，制定后继续。哎、欸，重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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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好。
他怎么离开啊？好烦哦、喔！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欸、他還哦，碎啦碎啦，交给他了，交给他了。大佬大佬，很赞。他有语音吗？他不用啊，他妹子，他害羞。林喵安安，哎、欸，靠你了，靠你了，交给你了。让我知道什么叫做从一代 beta 版玩到现在的。这么猛？没有啊，乱讲的。我只知道玩二代，一代有没有玩我不知道。我今天下午就是在夸你，说我们在摆摊的时候，哥在旁边在玩七代。哇，这狙击枪好准！哇，这个好扯哦，是用清末气息。要不要买？还没玩过，我也没玩过啊，可以啦。啊，差一点点。最后十秒真的不能死。哦，这个耳朵好可爱、啊。哦，四等啊？不是，我三个第一名。四等啊？那你要先去买东西吗？零秒我赢了哎、欸，零秒我赢你哎、欸，哈？你要先去买东西吗？我怎么出去买？对啊。啊，应该是刚刚结算的时候就要按 X 出，按退出才对。哎、欸，林喵，我们先出去好不好？重来。
可以加入房间吗？现在不方便哦。啊，发生错，那我先上个厕所啊，然后顺便洗个杯子。太多聚集了，可以啦，你很棒。那我去看一下新手推荐的那把弓是什么啊？观看记录，哈哈，怎么都是抖音影片啊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啊，我不是今天下午都在看吗？奇怪啊，怎么好像中毒一样，怎么都是一个奇怪的影片啊？欸，怎么可能？等我一下哦。不对啊，我今天下午才看的欸。等一下哦。然后下午在传影片，就要先看一下影片。我是手写的从前。我是不是有人偷登我的 YT 啊？我看一些奇怪的东西。观看记录。欸，对啊，为什么啊？有人偷登我的 YT 吗？对，那个什么450的，对。我要找的是那一把。欸，可是我的票好像没有三张欸。对啊，我只有两张，还不行啊！再来。对啊，我觉得要等级外了。哎呦喂啊！不是。哇，真高等啊，一等啊。欸，没有欸。欸，有欸，啊，这样几等？这样怎么看等？哦，等级十，算了吧。啊，林喵，来。我开房，林喵，我开房。我来了。好，看到了，要十等。还差一张券，你可以收集一张券啊！啊，什么券？我收集收，这到底是升级吗？等级升一等加一张券啊！哦，现在刚刚换掉一张啊！好，那我们再升一等吧。玩比赛而不用。好，你喵来。本局又没有男生，没事啦。是等，所以买衣服了吗？还没，完蛋，还没买。啊，这他买武器跟买衣服是不同的货币。哦，是哦。嗯，买武器好像要金币不是吗？啊，买服饰的话就是用那个金币了。
啊，所以在房间内真的没办法离开了。应该是可以啊，但就是在结算的时候按退出就行。我觉得私下要去练一下。哎，林喵，你是类比还是陀螺仪？那反正有办法扭扭蛋，有啊，我刚扭过了，5000块了。适合我的武器啊。你在泼了、哦？那、哦、我在泼啊，我就是用泼的啊，是蛮赞的啊。他、啊、这次泼没有了，他没有了。救命！关起后面！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操！直接跑人家家门口了。哈滚筒在我们家、啊。不能死，番茄不能死。要墨水。啊！滚筒啊！滚筒近战真的很强，应该是赢。好像赢了、欸。啊。真好笑，这样没人管我们。经验值，经验值。装备有等那个哦，要经验值。装备要经验值，就是你到达那个经验值，就是可以用一张银券去买它，我不用用三张。啊，如果说你想要跨等级买那个武器的话，我知道啊，三个啊，或是一张金色的券也可以。我觉得我买错距离枪了，这把弹没多好用。开始了。
哇，两个北斋，要被毛皮打烂了。他没办法，他躲很久哎、欸。啊！我刚刚以为他不见了，我才下去的说。毛笔够了没？毛笔。接下来我想要就买一支毛笔来玩哦。但是枪不好。毛笔好强哦！这游戏怎么别人打武器都那么强、啊？然后自己玩的又是最烂的。我刚看别人自己也是很蠢啊，奇怪了。还有加跑速吧，那臭毛笔。怎样这么蠢？太自鸟。这场好惨哦，我还是换别的武器好了。我看你多累。狙击枪就很难涂墨、哦，狙击枪比较适合用来杀、哦，可是我连一个都杀不到。对啊，说要看你多嘞。啊，完了，没了。哇、啊，现在把武器想要买那个近战武器或是双枪来玩。啊，死了五次零柱都零级杀。那你看啊。嗯，你要去买东西吗？还没啊。零级杀，哎、欸，第一个红色是什么意思？杀人吗？杀人啊！第二个是死亡，第三个是助攻啊！哦，看我的战机多漂亮！那我蛮漂亮的啊。啊，蛮漂亮的。没事啊，你就练武器啊，练到你喜欢的为止啊。真的好难挑，我觉得银坑也银坑虽然不错，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完全好不上手。可以加入房间吗？今天不方便哦。对，今天不开放观众。对，我们还在等粉红色的小恶魔，虽然不知道他会不会出现。我们在等他来唱歌给我的。幺幺，你很懂嘛？但是各种武器想买，可是重点是我们没有钱啊。对啊，我们魔物猎人每把武器都想做啊，但没有素材啊。哇，
刚丢了什么东西？好像是狙击枪。你在打英雄模式吗？没有，我绝对会被虐到爆，所以我没打算打英雄模式。等一下，我干嘛？哎呦，预算了，我至少杀了两个人，很棒。他们装备都已经蛮近了，对不对？呜呜呜呜！有是，我应该杀了三个，这是 KDA 比较好看的。我一开始以为我们蛮顺利的，不是啊，这就是最后的啊，是战塔游，那就跟战塔游戏一样啊，没错，是一样。三七，好吧，我死亡数也蛮多的。那个？这个、啊、防护罩吗？我防护罩。这个我看不到。我们拿这把枪的大招啊！啊，防护罩。有个像雷达的东西，我看来看一下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我看到有人传我，我就开这一招，然后再往前拼了。那你觉得玩起来怎么样？现在，体感，还好，是啊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对啊，其实玩习惯就不是他更难。
我有鲨鱼。等下看能不能开别的模式吧。我开吗？啊，你开啊。好啊。我不知道我刚刚随便点啊，还是你要干什么随便？你说模式哦？模式啊，模式。帮你开啊！可是我没有另外一条，他竟然没有，他可以加我啊。好，那我等下看。你跟我一起在一起，好饿哦。你又在恶心我，没人有，快抹漆抹漆抹漆，感觉好厉害哦！我在看到谁拿什么武器，我都觉得他好厉害。赢了，赢了！好、哦，那我应该六等了。还没退出啊！退出齁啊！离开离开离开！我退我退，你开你开好了。好、啊，林喵，你还能吗？你还能的话，我们等下换模式玩。不过我们现在只有玩过这个模式，我想换换看别的。我你玩啊？有什么三圣占领的那个？我一直很想玩看，很想输输看是不是？好，对，很想输输看。你几等了？还在四等。我等一下先去买衣服。你现在可以先去啊。我知道啊。我先抽。好，好我。够凯瑞吗？哎呦，那我够凯瑞吗？玩不到两小时的新手。应该说，我这边玩不到六小时的新手。三色是祭典的，哎，那干嘛的？头部装饰。嗯？祭典的话，你改一下地区好了。你刚不是跟我们不同区吗？哦、对耶。你问一下那个女朋友是哪一区的好了。你说问号越多的，可是都没有问号哎，那是不是？都不要买，明天会更新。好，那先不要买。校鼠可以可以，完了我被安慰了，我被敷衍了。那、啊、我要去哪改？因为我也没改过哎、欸。其他。那边看看。肯定不是这里。我们还有阿米宝，这游戏还可以，这游戏居然还有阿米宝。选单。选项。其他玩家设定吗？更改。啊，全部重捏哦！啊，没事。那边可以改，大厅就可以改了。
白痴，那我还跑去捅捏脚，白痴还拍照，完了，占用我记忆空间。没事，你的 SD 卡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在三天就到了。我要改那个区域，你说在哪？大厅里面的。这边观众是说在大厅那边可以改。哦。我也记得是在大厅啊，可是刚刚找不到，还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。服装店有很多间，嗯，等一下哦，我先去改地区，这个吧，我记得是这个吧。地点地区啊，我真厉害，果然有事先看有 ，OK。哦，对哦，我忘记了。啊，有先预习。聊天框的屏幕，他改，我也改一下。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我是在欧洲没变化。要干嘛？杂货店是干嘛的、啊？哦，买一些道具跟贴纸之类的东西而已、啊。哦。哦，我按下去。你的第一个报酬。哦。OK。好贵哦。嗯，衣服店，服装店要几等？服装店现在就可以买了。你现在四等了不是？你可以先买，你觉得看下来，你等下对战会有用的技能。深特殊奇迹，行动强化，缩短步。特殊武器是什么？哦，就是技能哦。哦，移动强化。没电。对，我请多少？还要继续用。可以看技能吗？嗯，你说技能？技能介绍？对啊，我现在按利亚就可以了吧？利亚，利亚的利亚，看到了。你们服装是装备吗？对啊，服装是装备啊，他就加一些技能。然后像是同一件装、同一件衣服有出的话，可以提高性能，可是买那一件要10000块。好了好了，你开好了啊？开好了。抱歉，林喵，让你等了。我来了。就我们刚，你刚刚没放进来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地区不同？我刚才是开祭典了。哦。可以进来吗？等一下哦，还是无法汇合哎、欸。嗯，那你开。你怎么那么麻烦？我问他为什么要那么一般比赛吗？还是那个往下面滑有等级十以上才可解锁？为什么你要等级十啊 ？Excuse me， 我连等级十都没有，我就解锁啊！哦，就真的是啊？还是说因为二代的关系，有开过二代的可以先玩？啊，看来啊，等十等吧，我要怎么出去？建立房间，好啦，不密码了啦，建立。啊，我现在不能换武器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你在现在在房间里面可以换啊。哦，有有有有。定了。
刀，林喵拿刀了是不是？我有点好奇，怎么林喵几个人？他武器好多、哦，好多一个人。欸、人那谁 ？N A R D E N， 这绝对不是我朋友，林喵的吗？ Andy, 吗？还是林喵的？林喵，你朋友吗？哦，我朋友，这么棒吗？哎、欸，被凯瑞了，被凯瑞了，走了走了，躺着赢，躺着赢，躺着赢。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躺赢，躺赢，躺赢。是不是场次上面的鹏鹏？他应该有见过我，我有见过他。哦，不是哦，你可以在我聊天室打字吗？你打在 FB 上，我要一直贴出去看。他们应该也不会想到你会这样会入坑那个棋蛋吧？我那时候就是看他后啊，想说每次都画一个徽章是鱿鱼啊。我记得棋蛋好像有。你知道我买这个我有这个游戏之后，第一件事情是敲他，我说哎、欸、我也买了、欸。人家说哎、欸、有人送我哎、欸，我入坑了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对，那个林喵现在跟我通话这一位啊，就是买游戏给我的。Hello Hello。对他声音对听起来有点假，但是什么叫有点假？等一下，假鬼假怪。哦，不是很假，好，那没事。嗯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也是另外一个假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妈错假鞋，地嘞！为什么有线啊？那个线可以变成鱿鱼，然后你可以往前就可以就给那个前进了。它算一个传送线。你说天上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刚被好像四条线牵着。哦，那是敌方技能。啊，没发现啦！哎、欸，藏在里面是吗？我们家左边有一个人吗？一定要偷袭他！啊，我看你做那条线。那个水桶哦、喔！我们怎么躺零了？我们真的躺了哎、欸！哇！干爹你好。那水桶其实还蛮厉害的，他也是可以。哎、欸，好烦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林喵，你是用陀螺仪还是类比啊？你有回答我吗？没。我要看别的武器。是冰火狙击。都有哦，
会不会很难啊？不是我，我想要，因为我想试试看类比，但是没办法哎、欸。巴斯特通讯错误了，我断线。你断了，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，七秒，十秒。等一下，这鱿鱼走的有点慢。习惯就会了。我想私下再开始用哎、欸，就跟别人打的时候没开台的时候用，不然。我就开台，你们哎、欸，我开始了，不好意思。阿且，我们刚等下一场，对不起啊，那么结束，要生气？我不管生气，应该是我这边，不知道网络好像是不是也有问题，还是我这边网络？你说你的时间到了 是八点？没有，我时间是十点才到。离对战结束还有2分50秒。有人断线了啊！你可以进来了。好了，那个我们来结算画面了。离对战时间结束还有2分21秒。啊，这样没算经验哦、喔。没算啊，不过还算那个。来吧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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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我现在不是进去了吗？没看到你啊。哎呀呀呀！嗯，奥佐没看到你。没有，又坏是不是？哦、有，可是我只看到你。哇，那这样有用吗？哦，有，四个人都有。人太多了啊！这把枪要好近，哦，爆炸！玩这个至少不会像魔物猎人会出手汗、欸，还是因为天气不热？天气不热吧，最近应该进入秋天了。嗯，早上出去都有点凉凉的，凉凉的，凉凉。最近那边应该中午也不怎么热。你没看到我现在早上都开台了？你在想什么？对啊，小众早上都在开，就代表那边应该开始天热度比较低了。对不起。哎下，那个铁丝好像哎。北斋是不是有点强？你现在不是有三张吗？你可以换武器了吧？我没有啊，我一直都只有两张。打谁到我后面我觉得前面先不用占地啦，番茄先打人，最后再去占地。对啊，因为你现在砍着再也没有用啊，后面还是会被推过。等一下，你说，哎，怎么装备都那么好？我看到了哦，那不好意思，对面的。我刚才看到很多装备好的、啊，4个洞、3个洞的，对，开的那种。后面有人，我们家有人。啊，看来想要变强，先把装备解决。他是不是有带攻速？
赢哎，好吧。我们该快快吐快吐，赢了就快吐。丹鱼我死了，丹鱼死了。啊、了番茄，我尽力，怎么又输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们好烂。你好烂，不是我们。我们看下赛季。看结算，来啊来啊来啊！我觉得我应该不错啦。我觉得我应该也不错吧，应该吧。903。我多少？我看不到。哎、欸，我最后哎、欸，哭啊！你第一名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耶！哎，我才多死你一次而已啊！啊，你只是点数比我高300而已啊，差不多吧。看点数嘛。看你看我拿新手武器，你拿什么啊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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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出去这样买，还是我要按什么东西？对哦，好，没有，还没升级啊，一直输，怎么升？我们的粉红色小恶魔到现在都还没醒。好不好？他封锁你，好有时间私下吧，对不对？不可能。买武器要出去，好的。啊。就算我们有心结，不至于这样，好不好？我头顶有人，哎，不能这样哎，不能这样哎，直接告诉我在低处哎 ，Hello。哎、欸、屁！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欸，那个是不是有点大？啊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我是他的大很好吗？输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活着、欸。我看之前，我们家族左边有人拿双枪的，好笑。哎呦，太了！啊，我又看到了，不要！不要！我们家哦，你朋友不就很雷？
不会吧？那就是会咯。吧？对啊，他应该是觉得我很累，不是你很累。你看我们玩的游戏越来越近了、欸，你看又有光遇，又有七弹大作战。你说我们吗？不是你啦，你喵了。我还想说，我要再提更多的说。啊，这是换我最后。你差多少升级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朋友走了。受不了了，应该是觉得我们太累了。对，不是啊，有两个新手要说哎、欸，什么观念？他杀人真的很强。那、啊、你朋友嘞？不玩了。我看出来下面是做咖啡的武器，应该先走了。应该是啦。这谁啊？丢那么准哦！你卸到两个人，好开心啊！拿个射击枪！哦哦，救命！救命！哇呀！这弓箭好准哦！喂，我通讯错误。喂，我也通讯错误。哎、欸，我打得很开心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我今天看一下武器，我能不能买。我刚刚杀得很开心哎、欸，我刚有四杀吧？看一下哦。哦，我三张了。哎、欸，我三张了。还要买什么？可以跳过吗？一直讲话好烦哦、喔。好什么意思？想买雨伞又想买笔刷、欸，哎，好纠结、喔。你要买什么？一把吧。我可以试枪吗？啊，买了，不好意思，我都忘记有试枪的东西了。大厅，怎么讲的？你比我还会玩一样，可恶！我真的很好奇，这些画画的是二代画的还是三代画？和朋友。
建立房间。欸，为什么刚刚模式都是那个啊？一般模式吗？不是，就是刚刚那张地图啊。它是随机的啊，地图就是随机。啊，怎么随机都是随到那个？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我开好了，来吧，来吧。先来试枪一下。好慢哦。我没玩，但朋友在玩。附近会有伤，我也可以做防护罩。买这是什么枪？就这把，啊，弓箭啊。哦，弓箭。对啊。就反弹弓要很近距离射。吸收对手波斯，其实鱼鹰斩就是还蛮不错的一把武器。哎，防御又有攻击，然后又可以吸收对方的波斯再打回去。对面四个怎么看起来很像新手啊？假的，假新假新。不要拿明天，看一下手上拿的武器，新手，嗯，啊，搞不好跟我一样有金色券嘛，也，欸，是啦，那我搞不好是从二代玩到现在的嘛，哇，啊，好，那有可能，闪的缺点，射速不够快。跳射可以射远一点，好的。门西对面的大招莫兹啊！我把这把武器想得太美好了，不好意思。又发生通讯错误，我没有，欸。有，欸，你也通讯错误，你妈也通讯错误。那，啊，看来跟东森一样，无缘故就是一个人断线，全部一起断。
为什么他这么近哦？哦，重开是不是？这锁网路吗？我不知道，番茄先看到了。还有，还有未来。我这边网路是正常的，没错啊。好了。这时间点七弹会不稳，你说看其他人也是吗？对啊，有这种设计。那个闪出去也有伤害，看。这时间点是什么时间啊？国外也不是这时间起来的啊。开始了，好黑，好刀机，锤子看起来好好玩哦。啊，我卡在脚脚。螃蟹坦克。
是什么？中文的专利狗。被开坦克来了，那只螃蟹。啊、哦！我只开了一次大、啊，难过、哦。没有，都准备开大了，就被打死啊！游戏好难玩，没有。哇！我觉得对手的实力不适合我现在。啊、有本事找个像样的对手。那是虾回哪一个？为什么螃蟹？有个人技能不是吗？坦克啊，坦克螃蟹啊！三把弓箭，我三把弓箭，哦，我们都三把弓箭。对面的啊，还是我的？对面的导弹。哦，对啊，你看到地上有圈圈，你要躲、哦。那个就是弓箭的那个导弹。天哪，自动化的我也要用一把。我买错弓箭了，我要退货。哎靠！来了，就是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。真的很强哎、欸，这个导弹。可是会玩就是会躲啊，你看到地上圈圈你就跑掉就好了、啊。因为导弹是打地板不会追人。基地也太快了吧！基地？你说对面啊？对啊，导弹的基地。没有哎、欸，我你，啊、看跑进来了。我觉得没很快、欸。没很快吗？嗯，没有，是因为我们清过去了，他们有地啊，有地，然后有那个飞机啊能量啊。我连一次弹包都没开，你敢信？我敢信啊！我刚刚也是开一次而已啊，反复死去。卡住哦！啊，大招好了，我们来不及按。
番茄等级高，队友对手就高。我也才高个一等而已啊，我才六等了。初见安安害斯巴达。看看我，五八六，到位才六。哦，换枪了，换枪了。你们要凯不凯瑞啊？哇，五杀哦，我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五杀一死，哇，你们要凯瑞，你们要你厉害。那决定下一把嘛，买那个双枪来玩。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遇到我心仪的武器呢？加油加油！你黑图洗太多了，我等下变了你了。装备如果有 SP 提升的话，必杀机会比较可用。哦，所以我要挑那种提升必杀技的。你家没人要管吗？没人要管我吗？哎呦，啊！你洗太多贴图了啦，看版规啦。某一枪爆头，天哪，会吧？怎么你吸我的墨汁？没礼貌！一枪爆头。才刚出来，这狙击枪好准哦！不能回收有很久了，好吗？不能回收这讯息有超久了。金叶子还真的很难升级耶。嗯，啊，确实。好玩。感谢徒弟，你要休息了是不是？好的，谢谢。私下要玩再来玩。拜拜。
好了，我要连败了。啊，就剩下我们两个了，走吧。你去找其他朋友玩，是我太弱了，对不起，抱歉啦。你有顾完哦，好吧。原来我们只是你生命中的过客啊。如你在玩《变身环大冒险》这样，一言不合就放炸弹给我。在放拖油漆啊，有没礼貌？跟这个小坏坏。我尽量在里面涂啊！你看我战绩，我们一直在涂地耶，我们输了。里面在啊！我也真是找不到有希望。前面节奏还不错，我死一次哎、欸，我死几次啊？我好像也没死很多次。对战 number one， 毒点 number one， 夺 number one 啊！333呢 ？Daniel 八九哇，333五一四哎！哦，他现在我的钱有18000了耶。那新手现在意外的好好玩哦。
你要到好友编码，等下记得 take 哎，你刚刚说到加加，不然他应该看不到。哦，你帮我 take 啊。这是我。找到适合你的武器了，对不对？谁？你啊？楼上有人吗？我那时候中意这一把啊。楼上有个疯狂狙击手，危险，应该是可以吧？好了，赢了。怎么着？因为上面如果说比较劣势那一方会出现危险的标示。哦。但是蓝队只对出现危险，所以就是我们。我去洗个杯子。好。你要不要先看一下你的服装？服装？服装看有没有？服装你不是说明天才会更新？对啊，今天的没有喜欢的。我那我先离开。啊，就先离开。我先离开。哇！终于。哇！分数都好高啊！哦，1195哎啊啊！你的猪，你找到你的最爱了。不是啊，我就是不要死，我去洗地板，洗到技能放大决就好了。干嘛跟人家打架嘞？像刚刚有 A 赢啊。好，我退个他。安妮。衣服吗？去看看哦。嘿，看一下。衣服有很多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就只有前面几页不是吗？前面一页而已啊。
如果提升稀有度可以增加装备能力，并增加经验值，换购可以把旧衣服换成新的。不过，想购买已旧的衣服更舒服。对啊。就没有那个增加大招还能标记让队友看到，对啊，就是没有我要的那个增加 CD 的啊。OK， 没有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没有，你没有提个东西给我。有啥？我也要去看看我的能不能买什么东西好。哦哦哦哦。不过后面也要改啊，不然这个后面其实你看，刚刚大招我开了几次，三次，只打到一个人，因为大家都会躲了，所以我在趁你们在会战的时候才会开，不然就是有大的时候马上找一个你们在会战的地方开，才能趁乱。对啊，也是，那个很容易躲的话，只能趁乱的时候发。对啊，发动而已。和朋友建立好。这边的服装都有洞的，你有买吗？还是没有？买什么？没有啊，没有我要的技能啊。应该是我不懂，晚点再去看。最近巧克力好像也在玩，他现在有在玩吗？我去看看。巧克力。他在玩《敌之轨迹》，好，哎，草家子在开台，在开什么 ？No， 但江都有打喽，不是吗？嗯，挂台，挂台。9月11，我知道啊。今天下午已经有人跟我说是幺幺你讲的了，不是吗？他应该之后礼拜日才会玩，不只有礼拜日吗？好，我喊你去尿尿，换我去尿尿。好，你要尿尿，你先取消准备吧，很快，是不是来不及了？
啊！我回来啦！我刚以为你按开始了。啊？我刚以为已经按开始搜寻对。不是，我去尿尿，等一下我挂机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靠你赢是不是？你下去，哎、欸、对，你下去就马上开始这样子啊。哦，他其实。也没有说瞄太准诶、欸，人欺负新手不懂诶、欸。哇、啊，其实很多人从二代玩过来的话，那他们不是这一代很多新手，因为就中文的话、哦對啊，对啊，而且二代是很久以前啊。因为目前玩起来好像跟二代的打法没什么两样。啊，不是因为有中文啊。对，就是因为有中文。啊，我也是因为有中文才过来玩的，要没中文我也不想玩。中了一个啊，是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对，就是我面前这个在哪？难道说我不要去投了？你救了我一命。还不错，我们就完全放手了。你在讲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没死啊！我没死啊！哇，好强哦！你好安全哦！那个头上那个右手，他们有一个危险的标识，代表他们很劣势才会这样。哦。你很强的哎！天啊，那拿滚筒的。拿滚筒已经蛮强的。是，我说他玩得很好哎。我知道啊，他刚刚帮我补了好几刀、啊。很死！哇，好多！
哇，三个银牌，不，三个金牌。420。哎，熟练度提升也可以获得武器兑换券呢。对啊。哈，固定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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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，固定团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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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啊。来看一下我们对面会不会遇到他们。嗯，他在打活动哎。哦，打活动啊。活动就是那个特点地点。好奇怪，我可以打特点，你为什么不行？我不知道。你要死等。他在逼我。哦、oh, ，我 double kill， 是啦。不足。啊，可以可以，我现在连赢三把了吧？啊，我也三金了吧？没有，其实我很容易拿到三金哎。因为很容易，我第一次拿到三金是刚刚而已。因为没有，刚刚我们试牌的时候就拿到三金过了。哦，对啊。我目前才拿到两金，啊，快升级了，快升级了。那装备等级提升也是很多呢。
我觉得我越玩越顺了。靠你了哈。那你刚刚也是第一第二好不好？靠你了，靠你。你讲的你越来越顺，我还不顺啊。你我就只会躲起来洗地板而已啊。我看到的是先跑掉，不敢硬刚欸。我也是欸。我看到了我直接跑了。番茄干他，番茄上他，番茄上，番茄上，啊！碎了！不是我打的，那不是我打的。是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叫你上就对了，叫你上就是因为我射大绝，我射大绝了。哦、啊，懂得配合吗？懂得配合吗？啊，牙速，牙速墨菲特，牙速墨菲特啊！谢谢啊 ，OK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大家好，跟我讲一下哈。我还没。啊，有了，有了，番茄在哪？我在那，在前面的对面家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怼他，怼他，怼他。有有有有有！哎、欸，是我打的。但我只能用火。他们出不来啊！你在哪？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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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已经走掉了，说。有人在你面前，我来帮你了。我射爆他。好了，番茄，我大好了，你好了吗？可是他们都在家里面了、欸、有有有人来怼我了，有人来怼我了，那个泼油桶啊，泼水桶的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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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开大了，开大了，你死了，他死了，哦，泼油桶，他不走位、欸，他有他有他有。刚刚谁会出那个装备的技能？我觉得我蛮需要这个。哎呦！谁啊？我踩到地雷。哦，还是你吗？我想说，我怎么走着走突然暴毙啊？那、欸、个你在我旁边吗？我在你上边。巨大防护罩。422还可以耶，有战绩啊，升级了，哇，7杀，哎、欸，14杀，他好强哦，哇，不止杀人，还占地，比我们多。我觉得我新手枪好像拿的比较习惯。我现在回去拿一颗会不会出事啊？嗯啊。我发现我新手枪好像用的比较好一点。番茄，我好了，你在哪？我在。这边加，等一下，我这边没了。好。
不行，我开了。你看。他们在这边家土摸不出来。哦，有了。真的好强哦。但是浪费。我你谁炸弹丢那么准？啊，没打死。所以用就拿这把枪就好了。那我买什么武器啊？要输啦，番茄！这不是炸弹的。连胜中断，番茄怎么输了？番茄，我不知道，我好像这场杀几个人？看一下 KPA。我的 KDA 究竟有多丑陋呢？141。你多少？我不知道，还没看。243，可是你图最多，都在图啊，没办法。等一下，该不会七弹的商店也可以用时空旅人吧？不可能。手机好像没这设定。狙击啊，看到狙击了。番茄，我好了。我在对面家，等我一下。好了。有人吗？有啊。好，我开了。有炸死一个了。哦，他们很多人欸。小鱼好，小鱼你好。Hello， 小鱼。谁啊？乱传送，会出事啊！哦，他没出事，好吗？
再上来。好，我们队友一个人一直传送我，我在前部，他传送我。家没了，阿茄。家没了，他们家也没了。哦，好啊。我就想说，我组对面那么少，你们要住在我们家。我有我们家，我有把他们家图都撕了说。啊，阿茄。嘿。我以为他们家已经被我涂满了，殊不知我们家也被他们涂满了。我就说他们在我们家了啊，怎么可能你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想想，我就想说，好顺利哦，把这边家都涂成红色的呢。然后我们一死回家之后才发现，啊，我们家也被他们涂了呢。阿奇，我好了，你好了吗？我这边有一个，射了，射了，射了，打死了。你家没事吧？哦、他们都在吃哦，我以为怎么都跑我们家了。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按错了。
双枪，双枪射速很快，哦，是单枪，看错。啊，赢了！你怎么知道？看起来像是你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会知道、啊？我看都看不出来了。哎呀，差一点点啊！反正有名的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赢了！哇，你好肯定啊，番茄。我们需要一点点。不是你今天讲过最好笑的笑话。继续。第二把武器想买什么？第二把盆栽吧，啊不，就是那个油漆桶，那个水彩桶啊，银喷呢？银喷的大招是什么？鲨鱼炸弹，哦，其实鲨鱼可以爆炸那一种。哎、欸，你起床了耶！好哎、欸，不用关台了。不要！手痒不痒啊？手痒不痒啊？啊，我们等到了粉红色小恶魔。那我等一下看一下他要不要玩这次球。嗯。几乎都没死了，补一下。送我。哎，他们什么时候炸弹的？我飘在上面，天哪！防爆放真好，大招支援，炸死一个，两个，啊，他都在想完，可能今天还有些工作啊。他说他也想要玩，可是今天还有一些工作。今晚在工作啊。啊，不害他了。好辛苦哦。
同伴跳跃，天哪、啊，这也有。当然，同伴跳跃一次两次都有啊。为什么 DC 没通知的声音呢？是关道吗？啊，540可以，哇，710哎，嗯，你啊，战机，十点了，要最后一场吗？今天过后会闲一点，所以后面可以找他的意思。好啊，十二点后约他。你说他在英国吗？嗯，他在英国啊，跟我们时间不一样。他的今天还有好几个小时呢。哦。我看很嚣张的人在一直在我们家。他是真的很嚣张，我跟你讲哦，他痛死了。Go go go！ 冲冲冲冲冲！怼他怼他！我们头上有人，我知道。被怼了。我们家的粉刷跟对面家的粉刷好像不是同一个档次的。加攻速吧，这也太快了。他满双满技能呢。走走走走走。而且他攻击范围好广哦，对啊，打不死，没墨水，你觉得我们会赢吗？不会啊，肯定赢的，对不对？肯定输的、啊，刚刚上面都跑出危险两个字了，好不好？蓝头都出现，目录等级又是什么？时间表更新，我们去看一下商店好了。好啊。啊，玩到继续，你就跳出去就好了。啊，出去了，你说看什么杂货店而已吧？还有什么可以看？
好像也没变啊。对啊，就要过一天啊。那时间表更新什么意思啊？杂货店的吗？啊，杂货店有惊叹号，所以应该是杂货店了。还是我今天没有到杂货店过？有个星星，然后有个箭头提升的是不是会比较好？有个星星，有箭头提升，但是你有这套装备，它是上升的一招。你武器就有几张？看一下。两张。那差一张就可以换一个。为什么都要买三级的啦？想什么？你有一级，你有一张可以买吗？想要的一张。目前不知道哎、欸。感觉三十等蛮秋的。等级高不代表强啊。搞不好吧？看看我那把露营雨伞，多烂啊！它跟等级超高的、欸。好了，一下来画个图。好啦，我去观台啦。好。好啦，今晚到这边啦。都几点开？六点半开，七点半。六点半。今天也开够久了。那明天早上再来设这个吧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晚收看啦。啊，也谢谢那些有在玩然后教我的啊。抱歉，先没有观众场。怕没玩到就被虐得很惨，因为他对我是随机的嘛，啊，好啦，先这样了，感谢各位。那刚刚有加新会员的那位啊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再私讯互我啊。好啦，我看一下，啊，吵架子还在开，可是我没办法带过去。好啦，我看一下哦。随机吧。哦，你也没有玩过是不是？Goodbye， 拜拜拜拜。原地解散，拜拜。